像我们首先我们把那个他这个结婚的仪式我们先展示给大家啊，大家鼓掌，来伴娘。这样我们伴娘就说往我们新郎新娘右肩撒一点面粉，也给他们祝福新婚愉快啊，白头偕老。就你刚才给你找了就这个找到了，所以可以展示一下吗？他们这样啥没有偷了啥的呀？撒点面粉吗？干啥的呀？右肩啊，撒右肩，右肩啊，妈那边他是来，我们又给大家都参与一下啊，给他们新郎新娘的祝贺。对，大家都互动一下啊。我们一个一个来啊，但是我们撒面粉的同时要说话啊，要祝福话啊，祝福语要说一下啊。说得很好啊。